这支金属枪我听说过，是日本天皇赠送给松本介川这个老鬼子的纪念品。我们上当了，那国宝呢？我们的国宝哪儿去了？ 不能这样，不要拦我！一个帝国军人的尊严，不容玷污！父亲，您糊涂啊！你这么意思，我们帝国军人的尊严就可以维持吗？我父亲的命就可以回来吗？啊？ 继续勇敢地活下去，像亲眼看着那支小分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地狱的。包括他们背后的那几股势力，全部都要被我连根拔起。可我还有什么颜面来指挥手下？用杰出的功勋。 来抵消您的过失，我相信天皇陛下更愿意看到的，是您以这种方式来谢罪。我现在已经和潜伏在小分队内部的那只猎犬取得了联络。可是，小分队的白狼并不相信你，你到现在都找不到他们的驻地。 怎么办？办法会有的。报告机关长。讲。新任的最高司令长官已经抵达。来的够快的呀。是。据说这个最高司令长官是天皇和军部的大红人。 红也好，白也好，老子现在担心的就是，我这个警察局长的宝座坐不稳喽。咋的呢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谁不想用自己的人呢？
把我的军服拿过来。 什么意思？报告最高司令官阁下，渡边一郎对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允命，当负全部责任，请接受我的辞呈。负全部责任，理应切腹自尽，向天皇谢罪。可眼下，我还不能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小分队灭亡之日才是我渡边一郎谢罪之时。嗯，你想怎么做？请批准我辞去。 特务机关长的职务，让我以大日本帝国一名普通特工的身份继续小分队周旋，并血战到底。好，我批准你的辞呈。对于你的接班人，你有什么建议？我将您推荐松本惠子接替。松本惠子，她不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女儿，你的未婚妻吗？ 举贤不避亲，我认为惠子完全能够胜任。嗯，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，你的推荐和军部的意思不谋而合。由此看来，惠子小姐是松本家族新一代杰出的代表。我命令松本惠子担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一职，只是。 惠子小姐在撤回到我们阵营之前，你渡边一郎继续行使特务机关长的指挥权。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消灭小分队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。嗨嗨。 找我，坐吧。龙锦，传国玉玺现在被鬼子藏在哪儿，咱们一无所知。万一鬼子把这件国宝运回日本本土，我们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。头儿，你到底让我干什么？不妨直来直去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小分队的成员中。 只有你跟历史文物的渊源最深，我是想请你给我指点迷津。